大家好，我叫殷梦俊，今年大一，我是一个喜欢唱苦情歌的歌手，而且我喜欢打篮球。那只能想一个。脑海里闪过就是以前利刃，然后对吧？我是初恋。笑，好烦呐、啊！洋葱啊，觉得是洋葱，每次都是洋葱。应该是洋葱吧，因为一直很喜欢洋葱，他的声音我就唱法我一直很喜欢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。王子轩吗？王导，大鹏老师啊，那是我男神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听他唱作品的歌，简直。居然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，唱歌唱得这么像，仅次于我。大鹏老师你好，如果你看到这段 MV， 我在这里向你致敬，向第二个杨宗纬致敬。那我受不了了。对吧？唱歌唱歌追女生嘛，还是很正常的。幸好你没有在追我之前唱歌啊，否则现在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啊？天哪，那我追男生是不是？爱我，我愿变成痛风花蜜。好尴尬，怎么办？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双翻八十点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来就咋来。真的超屌，超好，很感人。好，其实都给我朋友圈发过这个花碗粥。听说女朋友给我煮碗粥，很开心啊！你知道这个粥其实是哪来的吗？你煮多了，吃不完。打库萨组织蓝联的时候，库萨，这水过的。在这里我要插播一条广告，大家知道吗？库萨是我们全败区第二大的华人社团。库萨，你知道第一大的是什么吗？那当然是我大单卡。感动自己，但是啊，我们还是要给他加油，男神加油，男神加油，男神加油。